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Gary。没有错，这一期呢，要来告诉大家体验服的隐藏角色，你到底要怎么去试玩它呢？那这里呢，Gary 完全不保留，直接告诉大家。首先，你进到游戏画面之后，按左边的英雄，然后按左下角的我的推荐，并且呢，按右上方的英雄喜好设定。那我们这里呢，就直接依序排下去好了。那就是先按我们的近身肉搏，击杀敌人。然后按爆发伤害高，然后我们就直接按下一题，并且提交，那就会看到两只隐藏英雄哦。第一只就是莫拉跟奇厄，那我们先看一下莫拉，哇，莫拉超帅，那它是一只刺客哦。那如果你要试玩它呢，就直接按右下角的试玩键，那你就会直接跳到试玩的游戏画面喽。OK，那我们这里呢就直接进行下面一位。那下一只呢，就是刚刚跟莫拉同页面的奇尔，那盖瑞这里就不重选了吼。那奇尔呢，他也是一只刺客，那他就他的外表我个人不是很喜欢，我长得有点奇怪。OK，那各位如果想要试玩他的朋友们，就一样按下左下方的试玩键就可以喽。OK，那下面一位，OK，那一样吼，我们就直接按下英雄喜好设定，然后再来就是近身肉搏击杀敌人，然后按灵活高机动。那我们就直接提交，那就会看到哇，超人 DC 正版授权的超人超级帅，哇，超想玩他的。那他是一只战士，凯撒路的战士。不过他呢不能试玩，好奇怪，为什么不能试玩？OK，那这只我一定会买来玩啊，好帅好帅。OK，那我们就直接进行下面一位。那再来呢，就是近身肉搏的都已经没有了，那我们就直接点选我们的远程攻击，然后按下法术输出，然后再来就是超远距离，然后我们直接按下一题，并且提交，那没有错，就会直接选出我们的艾希，不是，是特尔安纳斯，特尔安纳斯长太像了，那他是一只射手吼，哇，终于出射手了，那这里应该是要强化射手的地位吧。OK，那我们就直接进行下面一位，一样我们按重设喜好，然后按远程攻击、法术输出，然后直接按快速移动，并且提交，那我们就会选到哇，超帅、超级帅的小丑，这只真的是我超爱、超爱、超爱、超爱，这个一定要，这个各位一定要买来玩啊，超级帅、超级帅。那它是一只射手，但是它的特长是突进，好奇怪，不过应该是玩它应该是蛮刺激的。那小丑现在跟超人一样。他们两只呢都不能试玩哦，很可惜。OK，那我们就先直接进行下面一只吧。OK，那下面一位呢就是刚刚跟小丑同见面的摩恩。那摩恩呢，他是一只射手，然后他的特长是突进收割。不过他长得外形我不是很尬意哦，各位如果想要玩，可以去试玩看看。OK，那本期影片呢就到此为止哦。如果各位想要玩体验服的这些隐藏角色，记得就照刚刚那个方法。然后呢，各位记得要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啊，大家一起玩才好玩嘛，对不对？OK，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可以帮我按个喜欢，并且分享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做得还不错，可以订阅盖瑞哦。我是 Gary 盖瑞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